刚刚啊、哦，更多了两首，是不是？刚刚那个老师是五首的组曲，哇，今天带来是七首歌的组曲哦。让我们欢迎我们老师的演出。好，那我接下来带来这七首组曲呢，啊，看看你是哪个年代的，跟我同个年代的应该都会唱。Thank you.
和他吧，别走。